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开箱的是挖矿的出了这个 CTH-490 的绘图板。那这款绘图板呢就是给新手用的，很适合。那大师之前有画一些动漫的角色，那想说学学看绘图板，所以就买来玩玩看。然后它，这一款有，我记得它的那个触碰点还是压力感测是1024级，没记错的话。然后它有多点触碰，那其实多点触碰，我觉得我是因为它有额外送那个 Clipper Studio 的那个永久续号，所以大师才买这个。那其实它有初阶版的，也有送永久续号，只是那个已经卖完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多点触碰其实。个人觉得不太需要啦，但是如果你觉得有需要，花1000块去买多元触碰也 OK。那多元触碰是可以随时关掉的，然后它有4个按钮可以让你去做你要设定按钮的指令是什么。然后它就送一个这个笔啦，绘图板，然后绘图板是浅蓝色的，那有4个按钮，好，4个按钮可以让你自己设定。然后笔的话，它其实是没有擦橡皮擦的，大家看到吗？柳胶。没有橡皮擦的，然后它这边有2个按键，这边有2个按键 ，OK， 那一样可以让你去做软体的那个设定按钮的指令是什么。然后这边大师还没拆，所以等一下再拆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USB， 好 USB 大家都知道 ，micro USB，OK，、okay, 然后附一个保护套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没记错的话，这边是光碟片。光碟片，好，光碟片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有驱动程式在里面的，那驱动程式其实在网络上面抓也 OK， 然后这边大概就这样，然后下面看还有没有 ，OK， 下面什么都没有了，哦，所以说笔芯没有送哦，我还以为笔芯会送哎，好了，其实笔芯是消耗品啊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 care 的话，哎呦，对不到家。笔芯会耗损的话，那你可以去那个书局买一个那个叫什么，一个透明的纸，很像玻璃，应该是玻璃纸啊，然后把它铺到上面，比较对你的绘图板的版面比较不容易刮伤啊。对，我听别人是这样讲的，但我也不确定，我也还没试过。然后大师其实朋友借我一个 CTH-480 的吧，有点忘记了型号，反正是旧版的。那旧版的话。它的笔不是长这样，对，可是我没有试用两个差别，就是新款的还没有试用过，那不晓得说新的会不会触控感觉会不会更好。OK， 我们来拆开本体啊，其实本体没什么好看的啊，它就是，我只打开遗憾再看一下它那个后面是长这样而已。OK， 然后其实新手想玩的话，大致建议你就买最便宜的那个2000多块就好了，其实不需要买它多点触碰啊，除非你会需要用多点触碰。好，里面呢其实长这样子，那它这个忘记是干嘛的，这个忘记干嘛，然后这边是你的蓝牙模组的电子插这里，那你这样的话才可以做无线通讯。因为它要额外供电电池嘛，所以它你买蓝牙模组的话，它才会付你这个电池。然后你的蓝牙的接收器应该是插这个，然后这个怎么拆？算了，不研究了。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收你的那个蓝牙模组的 USB 接收器，那个是发接收器，对，接收器你可以放在这边携带，比较不会掉。OK， 然后哦，这边有笔芯啦。我记得笔芯是这样插进去就可以，都可以拔出来。好，这个不太会用，以后有机会再用。所以它里面有送三根笔芯，算是有良心的，有看到吗？有哈。OK， 好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套你的笔芯，有没有？把它塞进去这样。然后这个大致先不拆了。OK， 然后正面其实就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以这个叫以新款来说，
跟旧款比的话，新款是更有质感的，对，然后坐控感觉也相当的良好。好，那开箱都到这边了，那如果实际操作的话，等大师真的会画的时候再说，再录给大家看，因为现在大师还在学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有点难，毕竟跟直接在纸上绘图感觉不太一样。我每次找那个你的手的位置跟画面的位置都找的有点久，因为它你点这边的话就是画面左上角，所以你没办法像滑鼠一样就是啊拉过来，其实应该可以，就不太习惯，所以这个还是要多习惯一下。好，如果你想买互联网的朋友们，推荐这个Wacom的牌子，然后买最便宜的就好了，不用买到多元触控。多元触控其实真的是不需要啦，对啊，真的不需要。好啦，那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和订阅，欢迎到右下角把订阅铃铛按钮给打开，也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中最小姐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